学汇乐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向您分享学汇乐 by Mind Stretcher 独家华文学习方法。你知道吗？中学阅读理解题目一共有六种题型，其中每一种都有完全不同的答题方法和步骤。我们为您准备了阅读理解技巧卡，帮您轻松过关。中学华文学习对于词汇量的要求非常高，我们为您准备了好用的词卡，帮你快速准确地提高词汇量。一个看上去简单的作文题目，需要准确的审题和详细的分析才可能得高分。想要了解更多学汇乐独家华文学习方法，快来我们的网站 mindstretcher.com/openhouse 报名我们的开放日活动。我们在这里等着你。